今日咧嚟到 South 嘅呢個 office 咧，好似有一個特別嘅任務，但我係唔知咩事嘅，所以你即管嚟睇下。好啦，點啊？咩特別嘅任務啊？阿姨，喂 ，hello 喎。Hello， 第一次見面啊，你好，你好，你好。Hi。Hello。Nice to meet you。係，做咩嚟？我嚟 casting 㗎，你。係咩？你似見工多啲喎。係咩？話時話咁，其實我哋今日嚟做咩咧？我哋今日係要嚟拍個新節目，叫 casting。叫做 casting 啊！到呢生個粗口。係。琴日 style 打電話俾我，叫我翻嚟公司。頭先上到嚟，又見到 Mayo 同埋 Jam 喎。咁嚟到先知有 casting。咁我哋可唔可以人示範下點樣 casting 問題啊？好難啊！咁簡單？係啊。多少啊？唔笑，開口笑，耶！等而家大家學下嘢，各位觀眾，睇下咩叫真正嘅 casting。Hello， 你好啊，我係 Jenna 劉瑜，我身高係170cm， 今年20歲，我嘅興趣咧就扮靚啦、shopping 啦、snowboard 啦，然後我公司係 style management， 耶、yeah! ！Round two。Hello， 我是 Fiona 麥少瑜，今年25歲，167cm 高，我喜歡騎馬啦、跳舞同埋唱歌。第一次 casting 有咩感覺？有咩感受？甚至未有，有兩位前輩喺我前邊，有眼莫怪下。我叫馬天佑，係咁啊，係啦，我職業啊，哦，其實我就無業嘅，呢排就揾緊工，所以就嚟 casting 咯。咁啊，睇下希望會可以中啦，有份工可以做下咁咯。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咁你真係中咗啦？係啊，你哋中咗啦！咁都中？咁都中啊？咦？你中咗喎？咁都入咗？你係咪做咩㗎？幾十年冇玩過呢個遊戲，喂，唔係第一個就輸啊！點解你唔揾你個姐？冇事啊嘛，冇事啊，冇事啊，係咯。
you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